谢二年一班的王一婷同学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下一位，我们欢迎二年三班的张雨儿同学。贴合日本艺术家的理念呢、啊？新潮之夜干嘛硬要找日本人合作？对啊，姐，我会设计 APP， 我们又不会读心术。哎，大家听一下啊、哦，如果呢，我们可以让浪客输入自己喜欢直播主的 ID， 然后呢，联动投影，激起浪花，打出直播主的画面，支持的越多，浪花越大。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满足艺术家，又可以呼应浪 life 的送礼机制，怎么样？不知道我已经改。哎呀，那个朋友！哎呀，看这里，手机拿出来！哎，这个那个 ID 哦，直接来取关。浪客在走动的时候，投影的直播主可以跟着动，做得到吗？我看艺术家提供的投影编码里有路径可以改写。我同步看看投影主用什么拉高，我还可以把直播主的画面变成浮世绘风格。太棒啦！大家加油！你们知道日本人有怕鸟吗？等一下，请大家喝饮料。好，浪二姐，不好意思。因为我们以为你不喜欢喝酒而已，所以就没有问。哦，没事，记得包装就好。我喝水。加油加油！怎么笑着却哭了？哥哥，哎呦，你要困觉啊，我亲爱的。来，我跟你讲哈，那个酒怪的章鱼。我早就跟你讲过了，卖恁三不五时跳出来给人惊着啊！你是咩人啊？给人惊着啦！啊，看啥？安怎啦？咩啊？你伫个浪 life 做直播啦？啊？对啦，安怎？你无听过现场遮厉害吼？你想啥？你好啊，收起我的脚吧。透早无闻干你，无闻我透早才是没有干。好大气啊！曾经美好的那些梦，到最后，至少我有。好啦，你们不要再讲新潮之夜了啦。像我今天就跟我姐妹去唱歌，我真的是那种人一多我就没有办法好好唱的人。谢谢你，乌苏拉，你工作也加油。那我唱一首你最喜欢的歌给你听。当飞机渐渐的在欢喜，夜晚的窗看见我们的回忆，只是寂寞孤独的两颗心。
在错的时间里成为意外的插曲，云层中看不清，不要再玩爱情的游戏，一旦我付出了真感情，我的世界里不能没有你。寂寞是一场孤独的飞行，是星星陪我前行，如果你不是真心，请不要触碰我的心。寂寞是一场孤独的飞行，删除和你的所有，抛下曾拥有的过去。只是寂寞孤独的两颗心，在错的时间里成为意外的插曲，云层中看不清，不要再玩爱情的游戏，一旦我付出了真感情，我的世界里不能没有你。寂寞是一场孤独